狭小的空间宿命，竟让烂桃花不断。相信了你这个风水里面呢，你的桃花是非常的弱的。哇，桃花超烂的哎，我住在这里之后常遇到恐怖情人。你之后还遇到烂咖，客厅代表男主人，可是他。那就口臭门，在运势上的选择上呢，他很难去遇到一个好的对象。对，